我是韦彩云。在从事网络行销之前呢，我是在台北市的各型贸易公司任职进出口业务秘书，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。我的先生也是在美商公司工作时候认识的同事。那婚后呢，我随先生搬到中立婆家居住，每天花2-3个小时通勤到台北上班，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。但是在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，一切都乱了套，因为他是过敏体质，3天2头就发烧气喘，然后半夜跑医院挂急诊是常有的事。那我的先生呢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经常国内外出差，很少时间在家，再加上跟婆婆之间的思想习惯这方面的差异，让我的压力很大，身心俱疲之下，连我自己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。俗话说，探井有所，性命爱狗。这时候我开始去涉猎一些关于医学保健这方面的知识，而且我就发现了经络按摩，它真的可以让我和小孩子的身体都变得好了很多，甚至所有的病痛不止减轻，甚至会完全康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开始对它有了兴趣，然后也做了进一步的学习。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好消息分享给我所有关心的亲友们。因此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，同时能够兼顾家庭品质的工作。在偶然的情况下，我接触了网络行销这个行业，也不小心报名了网络行销讲师培训班。这个课程，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，涵盖了所有网络行销应该有的知识。我相信它会为我的人生创造第二个春天。